咗好多佢。嗯。但係亦都同一時間咧，多咗發現咗其實一路身邊其實有一班人其實好支持我。嗯。可輿論的壓力並沒有給陳冠希喘息的機會，因此他不得不退出娛樂圈，來到國外創辦了自己的潮牌店為生。尽管两人异地许多年没有见面，但两人的兄弟情没有丝毫影响。周杰伦还十分卖力地帮陈冠希带货，如今陈冠希已经变成超级奶爸，时不时就分享一下女儿的动态，常常获得周杰伦的点赞和评论。